My， 我真的很会攻击。2.0000。My， 我真的很会攻击。2.0，还有李锦记为你呈现啊！是的，连续12年世界第一的好友品牌李锦记，新年餐餐陪伴你。嗱，今日要煮咩咧？我唔知道，但系听我前面嗰啲。同事們都煮得相當相當之出色嘅，係我自己都好期待今日煮啲咩。嗰個年菜嘅話，前面都煮得七七八八嘅啦，魚又有啦，雞又有啦，鴨又有啦，係喎，蝦蝦面嘢都煮埋啦，係咯，誒，仲爭啲乜嘢咧？海味就俾美欣煮咗啦，煮咩啊？賣啫！你好嘢啊！唔係先，啲食材喺邊？我前面有個碟喎。夠快啊！嗱，好啊好啊，3、2、1包諗地包完，包完。我唔信，我覺得係。我我估係菇，你聞下，你聞下。喂，幾香下喎呢個鮑魚？喂，淨係得個鮑魚啊？鮑魚喎、啊。哇，咁大個，果然有筆就咁齋燜鮑魚啊？咁考唔到我功夫喎 ，excuse me， 有冇啲難度啲嘅嘢啊？OK， 首先呢，要削皮，这个要削皮。有没有那个板？不要这样夹 ，OK， 直接切就好了。OK， 直接切、啊。Okay， 这个砍猪骨头都没有事情的，知道吗？很厉害的 ，OK。所以我直接这样子吗？你切皮哦。我弄啦，我不理的啦。可以切厚一点。啊，你要骂我，等一下再骂啦。小心你的手啊。OK， 那我知道其实这一个厨房的这块板呢，要怎么切、怎么敲它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呢它是白的。讲小力。刘俊哦，因为他是摆这个 Detton Life Kitchen by Cosentino 的，我们是很真实的。哇，大佬，轻手啲好喎，我成碌萝卜皮。我知你一阵要闹我咗嘅，我已经讲咗嘅，你要闹我，你阵间先闹。我惊我阵间闹你嘅时候，个萝卜已经冇晒啦，得一碌咋？你知唔知啊？哇，你厚到，我叫你批皮啊，大佬，你净系成嚿肉咁批咗佢。陰功啦，真係，會比較爭好嘅，咩蘿蔔有咧？製作單位又係嘅，點可能買一碌蘿蔔翻嚟咧？真係，蘿蔔好貴咩？話鮑魚你可以買咁大粒，係啦，個蘿蔔你竟然買一碌，你真係奇怪啦，真係。這個鮑魚是這樣子的，你就要切粒，佢就好食啲。就是說你這個要切角的話，我這個要怎麼切？就是滾刀切啊，滾刀切就是切滾切切。切，不要，留一点给我表演。来，你去。安德拉，小朋友 ，yes， 你在这边，去隔壁玩玛莎。如果这个汁也可以用一点，不过它还是不够味道的。我自己不喜欢吃到姜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不会切到一丝一丝或者什么，我就随便。你因为你只是要它的味道，如果切丝的话，很容易吃这样。然后这个也摆下去吧。搞你们煮好噶啦！我都还没有开始，那应该是熟的。熟，滚啊熟！可以啊可以啊。我放了啦。好啦，我就这样快就好了。再给它滚多一阵子就 OK 了。好，你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可以了，把它捞上来。哇，这样已经很好吃了。因为鲍鱼你不能放太久，因为现在的那个鲍鱼呢，它的收缩的那个时间很短，就是你放下去一直焖的话，你出来的时候变成个，然后变成硬的。好，放一点点那个李锦记的呢个鲍鱼汁，系冇错。嗱，佢嘅鲍鱼汁犀利，因为点解咧？嗱，呢个鲍鱼汁咧真系用呢个干贝啦，同埋呢一个鲍鱼咧去熬出嚟嘅汁，所以嘅味道咧系非常之鲜美。我唔煮寒啦，俾多啲。O K。我又真系未睇过用咁细嘅匙羹系全汁嘅。好，裹过佢先。跟住做咩啊？还有那个粉。啊，呢个最好放吧。好，嗱，即系你不两三羹啊，嗰个大羹啊，唔该。跟住加啲水落去搅匀佢。大佬搞掂啦。睇下好饮冇？试下试下得唔得？我唔要啊！刚刚我入厕所啊。呃唔到你添。即係豪到豪級之豪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咁絕㗎，大廚啊咁樣，黑豉油唔該，
嗱，呢個黑豉油咧真係冇搞笑啦，佢用頂級嘅呢個醬色啦，咁你食落去咧就唔會有呢個苦澀嘅味道啊。咁攞嚟調色啊、調味咧都非常之滋潤嘅。喂 ，OK， 夠，嗱係咪？啊，有變色。好，很快了，再這樣焖多它，大概45分鐘就要。45分鐘。國產。这个下去至少我觉得5、6、7、8碗饭没有问题。好，可以下汁。整碗都下吗？没有，一点点下。哇！就是看到那颜色吗？好，后边来。哇！攞呢煲嘢孝敬你外母，包佢开心到飞起。耶、yeah! ！一道简单嘅呢个鲍鱼咧，喺好短时间咧就搞掂啦。想剪长啲都冇。系啦，我哋呢度餸咧个名咧好特别嘅，叫做包包你幸运。咁啊，包你啊呢一个发达，包你幸福啦，包你快乐。哇！真系包你呢四样嘢仲～好意图。喂，唔好讲咁多。咁啊，首先喺度咧，再次多谢我哋嘅呢个 sponsor 啦，就系利锦记嘅赞助啦。没错啦，利锦记连续12年世界第一的蚝油品牌，利锦记新年餐餐陪伴你。系啦，仲有好硬净嘅呢一个台嘅 sponsor， 呢一个 kitchen 啦，叫咩名啊 ？Decton Life Kitchen by Cosentino。喂，好筷子，试食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麦，我真的很会cooking。